接受，你没办法想象啊、哦。屏东县开出来的票才40来万票，人家新北市单单一个侯友宜都开出100多万票，为什么我们这边是可以这样做，让人家疑点重重？所以在这里呼吁我们中选会讲清楚，说明白。那现在因为刚刚有一些疑虑哈，第一个就是中选会先前公布投出来的有效票是将近38万票，但是周春明委员得到的票数，加上苏春俭得到的票数，加上三支旗还有一些汇票，已经超过43万票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中选会公布的有效投票数跟事实上统计是有出入，将近5-6万票。那我们现在跟律师在研究啊，要怎么是要终止计，因为现在还有20几个投票手还没有开出来啊。哦，所以我不晓得他们在搞什么鬼啦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可能会暂时终止计票，或者是要求验票。或者是要等中选会调查结果是什么样的，疑点重重，没有余力，再次跟大家报告。验票。